此外，在水温过低的情况下，发动机电脑会支配油嘴加大喷油量，所以在行程较近并且冬季气温低，水温不宜上升到正常值。热量，相反，在低温环境下，则会降低水循环速度，进而维持必要的温度。冬季在冷空气的影响下，其温度难以维持在80度左右，进而为加大喷油量来维持温度，并且在冬季的低温环境下，汽油的效率也远远不及于夏季，所以冬天油耗更高也就不足为奇了。另外，由于冬季夜长昼短，上下班需要开大灯。燃油充分燃烧，